哎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鱼兔。今天是2024年的9月10号，我还是决定今天出发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新疆巴基斯坦边境见。胆子这么小的啦？胆子老小的，哎，不是咱家宝宝。撞到这段地板，没关系，我真没那么娇气。这个手机你甚至可以在里面直播。我觉得可以。天哪，这就是我旅途的第一天。电车也有它的局限性，因由于暴雨太大。看看我的小绿，我不能拍下我的伞。9月11号7:24，茅山高速，茅山服务区已经进入到南京的领域了。这里还有点美呢，这个湖水，看这种有点浑浊的浅绿色。没想到这次摩旅的第一天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，要是没有和奔达的缘分和神仙小伙伴的帮助，我很难想象我第一天有多么的狼狈和危险。我还以为是这里你在湖边捡的呢。露露、嗯、这终于到南京了，看接下来上牌的手气怎么样，我能不能摸到一个好号码。拜拜，2个月后见。我和我的小绿安全抵达南京。